丁，你加油，到底来干嘛的啦？我来，有女朋友。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的小礼物。我原本以为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回到过去。其实我到现在还是爱着你。如果你真的对他没有意思，不要这样轻易释放善意，至少我不会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Go Party！